台湾人爱啊，它有市场啊。那台湾人不爱神兽？神兽没有市场啊。那这室内湿度77是怎样？它用57，但是它里面写53呢、欸。那里面写53，外面写77是怎样？那、啊、怎么越来越高了？而且它冷气也没开，它根本就在瞎掰。